当你在广东当伴娘，日子都定好啦，你哋系我姊妹团喎。做伴娘啊？那你们这边是怎么玩的呀？哦，就纸压板、保鲜膜那些咯。玩这么大，我不玩了。玩兄弟团这么好玩，你也不玩？我还准备了气球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可得好好玩了。不是，一定得今天晚上打完吗？还差50几个，大家快手点啦！明天早上不还有时间吗？明天早上5点就要起来化妆了哇！喂，5点啊，也是哈，打扮的漂亮点，明天仪态万千。大家等着啊，我化妆来行，我化妆来行。姐妹，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好吧？差不多就得了，哈、啊，好不好？真累啊！来拍照了，嗯。姐妹们来一个看到戒指惊讶的表情，哇，好不错，再来一张，哇，哎，真棒，再来一张，哇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哎，不要休息啊，到新鱼了，我去，终于能歇了，别歇了，要敬茶了，敬茶有什么，又不累，要不要头发，不会要美发，为啥？要不要美，这就是要美美，又为啥？广东婚礼太累了吧，幸好还有红包。哎呀，多晒给你姊妹一起最多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有100几万啊。啊，牛啊，真好。最近广东人有多客气。哎，兄弟早，你也上厕所。哎，是啊。行，那你先去。哎，不，你先请，我不赶时间。哎呦，那我不客气了，终于可以舒服舒服了。哈哈，那也未必。哇，哎，不要急啊，慢慢坐啊，坐暖心，我不急的啊。哎，广东可算降温了。对啊，来之不易啊，这些天好舒服，心情也特别好啊。那也未必。说啥呢？嗯，进门吧。哎，不，你先请，你先请。这么客气呢？啊！哎，谢谢啊。心情还好吗？兄弟，洗澡了没？还没有啊，不急啊。那我先洗了啊。去啊，别客气，慢慢来。放心，我很快的。那也未必。2 hours later。我终于调到水温了，调好水温了是吧？洗快点！唱日出，唱日出。当你在广东见客户，哥，这周我要见个广东客户，有啥建议？我建议你把他推给我。喂，开玩笑的。那首先你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热情。要提早去迎接他，买要学会冲茶。广东老板办公室茶具一天洗10次，还有一定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细心。我懂，要详细介绍方案，慢一点。买安排饭局啊！广东老板谈生意怎么可能少只鸡？同时不要忘了自己的排场。对，穿正装。买开部靓车，想不到啊！对了，你客户是广东哪里？潮汕的。要求山，就跟我讲要。潮汕咋了？啊，没，你约他下个礼拜了。助理说明天祭坛生意。